中秋晚会、日本礼物。我们刚从日本回来，送你们一些礼物。那平均每个人有三份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完全天差地远的三种礼物。那第一个是我们去神社为大家求的一些平安符，第一个是美奶。来第二个阿龙啊，谢谢。哎，如果有不同宗教的也不要紧，因为它也是一个纪念品来的。Anna， 谢谢。Mickey， 耶 ，Manhey， 大卫，子云是要带哪？小马来 ，Casey， 哎，心仪。这个我们的 cameraman Luke， yeah, OK，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正经的礼物送完了，因为我们去一个 AV 店拍摄，他也没有收我们钱，为了 support 他，我们的监制刚买了20片啊，就为了 support 那个 AV 店，然后可是呢，20片剩下18片，因为2片被台湾那边两个人偷走，然后他偷走最重要的山上优雅，非常抱歉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附赠一包壮阳药，是一个日本最有名的 AV 男友自己代言。第一个，这个是 Desmond 的，因为他跟他一起度过21岁生日。哎，是。可是我上网看不是很好看，所以的。来 ，Scott 给你大大力的，来。大力，全场最大力的就是他的，也是会马赛克，怎么用？来阿龙小力的，可是比较 anime 一点的样子。OK， 阿小力，还有壮阳药，是果果啊。来 Lucas 你的学生妹，明天来这个，这个是模特儿型的，吃独立一点啊。OK， 女孩子没有那个药啦，来 Mickey 来找一个比较淑女，因为女孩子看太孤立会恶心。OK， Anna 也是比较淑女的，都没有 BL 了。啊，心仪送这个，女孩子都没有这样恶心的了，比较自然一点，青春一点。我直接送这个这样奇怪。他们卖个很奇怪的给他，怎么你还给不叫的惊喜？来你自己的这个美，这个红的给，这个红的，红的。来乔治给你这个 OL OL， 哇，等乔治喊的。是你呢？女孩子的通常没这样恶心，男孩子的。有的美。你看伟俊哦，竟然拿这个兴奋 NTR。小丽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你没有来，这个要拿一下，因为是熟人的。OK， 我们有请他来演我们的 MV， 不要放在这里哦，我们认识的吗？放在这里哦。拜拜。如果单身了，吃了都要来这么墙壁，墙壁了。如果单身吃了就墙壁了。如果你要调画啊，调图片，专封我们就可以调。全部来公司中秋节 party， 围住那电视机看鬼片。他蛮有创意的，他是在拍 AV， 他是副导演，然后正在拍。你有看过前面的？从来没看前面。有啊，你看前面是看他美不美？没有，男子会去看前面的。够力了，他现在电梯够力了。还有来了，还有来了。阿嘉，快点换礼服，要上班了。啊，到了啊！马赛克很适合黑暗的。啊！我突然间被抢劫了。很难剪，真的超哥，厉害，果然是艺术。哦，够了，就是他做一天的副导，真的，真的是屌片了。他从穿整件衣服到最后是一个带，很累耶，这样做。想象你早上穿整整齐齐，晚上是一个带回来。重点是要谢谢师傅，大家应义，来一个。点啊！一天吃完撞墙壁啊！可是他是35粒分7天的，一天吃5粒。对啊，一天吃5粒直接吃。如果我们一天吃完的话，2罐。等一下我就去把他们全部偷完，掺水，我一个人喝完它，看怎样喽。